GPT 呢掀起了热潮，其实现在包括像是 Google 啊、Meta、苹果也都要来抢这一块的这个商机。不过呢，也因此让储存装置的用量大增，是不是也相对带动了记忆体族群的表现呢？像是封路，今天台股一直都在平盘上下来震荡，不过记忆体的这个表现却是相当的一个亮眼，他们的营运是真的走出谷底了吗？好，第一季其实报价还在谷底啊，还没有真的反转向上。第一季的报价还那我们看记忆体的时候，要先知道它本身是属于景气循环股，是。景气循环股你要买在它获利最差的时候，甚至于是亏损的时候。可是呢，为什么今天来看到我们这边举的四档个股有两档股票它其实股价已经悄悄创新高，而且走势非常陡。你有想过记忆体第一季这么差，价格还这么低，怎么有人还创新高？对，因为他们是做模组的。好，DRAM模组，对，他是做模组的。当你的DRAM价格很便宜，我就等于我上游的原料很便宜，我原料很便宜，我把它做成模组。可是哪一些是需求最大？标准型的是用在 PC， 用在 NB， 这个本来就不好嘛。但是他们用的，它都是在所谓的工控、网通、车用，这就是新的一个趋势。所以这一些这个模组厂率先攻高是有逻辑跟原因的，是真的 EPS 有上来，股价有上来往上走的。那这些已经冲这么高，看到利多题材，基本上是逢高准备要获利调节，因为现在是谷底嘛，价格很便宜，但。今天里面有两个重要的人物讲话，一个是华邦电，今天华邦电股价其实创了一个短期的反弹高点，也爆了一个巨量。他说啊，第一季是记忆体的谷底，那既然记忆体是谷底，那是不是代表着记忆体价格未来有机会报价止跌向上？那这个时候模组厂的未来的一个成本是不是就要上升？今天DRAM整个就是华邦电带动了，外资也调升它的品的，没错，它带动之后，那我们就来看。它是所谓的制造商，它的一个报价还没有全面上升之前，它股价可能就是先动一点点。你要让它连续攻击也很难，因为量也不够。那你就要去看现在加上有 IC 设计的概念，确实 GPT 会带动整个记忆体，本来它的量就一直不断的增加。但是要能够让这边股价未来还有推升力道的，我们很显然模组厂可能不是最受惠，它已经实现获利了。那接下来要看谁？开始转强的，那这里面就先看 IC 设计，因为未来如果整个要好 ，IC 设计就有机会再进行转强。对，那国内 IC 设计里面，在记忆体族群里面 ，NAND Flash 的一个这个前董事长潘建成有说他说我认为啊，接下来在整个确实 GPT 的带动 ，NAND Flash 的一个应用也会在持续性的增加，再加上车用也有那你看它股价其实过完年之后，它基本上是横盘在这里。对，那它这个是接下来我认为会有机会进行收，而且它这两年扩厂扩得非常多，景气不好它还扩厂所以我认为它未来的股价应该有机会持续往上做攻高，而且它技术能力比较高。获利能力也一直都很好，那再来就是预创，那预创的题材就比较多它本身也有 AI 的一个题材，然后也有所谓的 Type C 的题材，高速传输的题材，还有它记忆体 IC 之外，它还有做一个异质整合封装国内现阶段有三家公司有这样的技术能力，一个叫做台积电，一个叫做艾普，那再来就是预创，那股价位阶是相对低，反而是我认为投资朋友如果在看相关的题材的时候，看到了，然后去找里面位阶比较低、长线比较有机会的，那题材也多，又有技术能力也获利的话，我相信啊，这个兔年比较特殊，股价轮来轮去，指数即便不动，但个股表现的机会会非常多。好，我们稍后回来关注的是美国晶片法案的补助规则已经出炉了。那么台积电呢？接下来这个营运到底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先休息一下，稍后来关心。